哎，我们看这个 Coley Island 这个灯呢，你看它晚上是变换的啊，你看，彩灯的，看好漂亮。夜景特别漂亮啊！你看这边呢是它的游乐场，游乐场的这个灯呢、啊，嗯，像烟火一样哈、啊，你看这个，哎，五颜六色的啊，特别漂亮，它不断的在变换，你看，嗯，哦，真的是像放烟火一样，你看，这又变了，又其他颜色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好漂亮！这桥头上哈，很多人在这乘凉，哎，夏天乘凉的好地方，嗯，看海风啊，还有好多人在这冲浪，看见没有？晚上还有好多人在这冲浪游泳啊。游乐场也是，游乐场是不夜城呐，要开到12点过。你看，哇，这好漂亮，你看，又变成其他颜色了，看，嗯，变了颜色了，看见没有？哇，好多种颜色。哇，它这个设计的好，嗯，哦，这又变了，哇，这又变了，看，哇，又是另外一种颜色了。哦，这是橘黄色了哈，红色，哇，漂亮漂亮，嗯，真是漂亮，哇，蓝色了，哇，好漂亮。黄色变成 yellow 了，嗯，哦，哇，真的漂亮。哦，绿色、蓝色了，嗯，哇，千变万化哈，你看到没有？它这个彩灯呢、啊？哇，这晚上这个设计的漂亮。它放烟火也是在这里啊，啊，咱们再看这周围，哇，这周围晚上还有那么多人在游泳啊，这边也是啊，这边也是好多人在游泳，嗯，然后这个廊上是好多人在钓鱼，嗯。哇，真是漂亮！哇，你看，又变成这种颜色了，看没？又变了，嗯，千变万化，嗯。
哇，设计的漂亮。它这边晚上，我看这边哈，这边也是，这游乐场这边晚上也灯也漂亮，看没有？灯火辉煌的，晚上了还有好多人在那儿游啊。哎，它那个各种游乐项目，它可以买那个天票哈，75块钱一张。然后在它是 unlimited 的，但是呢，它是在4个小时内要玩完哈。刚才我问他了，否则的话你单买的话，每一项好像都是10块钱左右，哎，就不合算，你还不如买70块钱、75块钱、啊、玩一天的哈。这个游乐项目，你看，哦，这颜色又变了，你看，哇，漂亮漂亮，看没，又变了，哈哈哈哈，真的漂亮啊 ，Coney Island 这个的这个。塔的这个灯真的漂亮，看见没？像一个那个椰子树一样啊，看见没？设计的，千变万化，你看到没有？一直在变，哇！这边菜灯也漂亮哈，哦，你看，哦，这边又开始了，可怜人这边这个，哦，五颜六色啊，彩色的，哇，漂亮，又变了，看没有？这边，这边是这个有水的，你看，过山车，哇，哦，哦，哇，又变了，你看这边，哇，真的是彩灯漂亮，五颜六色，来，我们再看这边哈，哦，这边是那个Thunderbolt， 对 ，Thunderbolt， 它今年有很多新项目哈，开了好多新项目，看见 ，Thunderbolt 还有这个，哇，你看哦，这又变了，这灯啊，这。好漂亮，晚上在这个 Coney Island 这边啊，来看那个灯彩灯也是很漂亮的哈，看到没有？除了这个彩灯而外，还有这个游乐城啊，你看，也是成了不夜城了，你看，哎 ，Thunderbolt。这是海边嘛，看没有？海边就是一直有人在这游泳的哈。哦，看这个转的，哇，这个不知道什么好。哇，蛮吓人的。还有这个叫 Sky Chase。这个是新的啊，这是今年才有的。哎，这个是今年才有的。哦，这边又变了，来看这边。哦，
像那个美国国旗的样子哈，那边美国国旗的那个颜色哈，红蓝白 American flag。这是看没有美国国旗了，美国国旗了 ，American flag， 漂亮。它这设计的漂亮，一直在变，看没有？还在变。来看这个 Thunderbolt， 看。哇！一直在尖叫，哇！哇，这个好惊险！哇！Thunderbolt， 这 Thunderbolt， 哦，看这个 Thunderbolt 哈，你看这个有点这个刺激啊，一直到那边去了。哇，你看那个 Thunderbolt 后面那个就是 American flag 了，看没有？那个灯呢、现在变成 American flag 了，看没有？美国国旗啊，哎，看没有？从这儿看得到啊，哎，从这个 Thunderbolt 后面看得到，哎，这是前面是 Thunderbolt 嘛，哎，看正对面啊，那个灯现在变成，看见没有？那个塔、那个灯呢、变成 American flag 了，美国国旗，哇，看见没有？五颜六色的，又变了啊，哇，好漂亮。哦，这个 Thunderbolt 又来了啊！五颜六色，来看这个 Thunderbolt， 来看一看这个，这个有点刺激，看吧。来，我们在这儿远处来拍。哇！10块钱，可能总共只有几分钟啊，就这一下几分钟就10块钱啊。如果你买一次一次票的话就10块钱，如果你买那个天票的话要就是75块钱可以无限次的玩。哦，这边还有这个吗？来了，你看这个也是很刺激的，给你们这个上下，哇，看这个也是很刺激的，这旁边。